欢迎来到第六天。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具备了所有需要的一切，可以让我们过成功圆满的人生。但我们常常在衡量我们的爱、喜悦、健康、活力和其他正面特质的时候，会拿自己和其他人或其他事情来比较。或许你可能有过这样子的念头，你会觉得我现在的感情生活还不错，可是我朋友的感情生活好像更幸福，或者是我现在住的地方还不错，可是我哥哥的房子更大，或者是我的工作还不错，但是我同事赚的钱比我更多。这样的比较都是因为你往外寻求参照，你往外在的世界去寻求认同和肯定。但是丰盛的人生和外在的比较无关，事实上丰盛圆满的人生必须从内而外发展出来。只要你知道你想要成功、要幸福，你需要的一切都可以自己创造出来，你可以随时取用丰盛的种子。目前在全世界，很多人都碰到了挑战。当我们体验到挫折的时候，可能会觉得我们永远没办法成功。不过在你每次感受到失败和挫折的经验中，都有一颗成功的种子，在每一个处境里都有新的机会，让我们用创造力去找到解决方法，重新定义每件事情的轻重缓急，探索各种选项和替代方案。我们就会开始用更正面的态度来看待眼前的挑战，然后我们就会明白，原来我们都有能力把注意力集中在新的可能性上。丰盛的可能性无穷无尽，我们能拥有什么，能拥有多少，完全没有极限。所以我希望你可以花点时间回顾你碰到的难关，找找那里面所埋藏的丰盛种子，把更大的成功吸引到你的生命中。我们等一下就要来静心了，我们想想人生中丰盛的飨宴已经华丽地摊开在我们面前了，然后我们花点时间来思索一下今天的重点。我渴望的一切都在我心里，我渴望的一切都在我心里。我们要开始静心了，请你找个舒服的姿势，把双手放在大腿上，闭上眼睛。接下来不必回应外界的需求，只要关心你自己，进入内心那个安静的角落，连接高我的能量，放下杂念，专心于自己的呼吸。每次吸气和吐气的时候，感觉到自己更放松、更舒服、更平和，温柔地让自己熟悉今天的梵咒。我们先重复几遍，然后让梵咒轻松不费力地在你的脑中自然地重播。 Ram Ram Ram。杂念或周围的杂音而分心的时候，只要温柔地用梵咒把你的注意力带回呼吸就好。 Ram Ram Ram。 接下来请继续静心，我会帮你留意时间，听到第二次钟声的时候，就表示你可以放掉梵咒了。
咒了，请你把意识带回身体里，好好的休息一下，慢慢的、深沉的吸气、吐气。当你准备好的时候，就可以温柔的张开眼睛。请你带着丰盛的感受继续这一天，不断的提醒自己，我渴望的一切都来自我心里，我渴望的一切都来自我心里，我渴望的一切都来自我心里。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。